黑狼私会狼王老婆被当场捉奸，狼王怒火冲天，发誓要让一公一母付出代价，野狼大战彻底爆发。众所周知，野狼作为群居动物，在一年一度的大战中，凭借彪悍的体型和强大的战斗力拿下王位，独霸所有母狼交配繁衍，一到发情期，其他野狼只能眼睁睁看着首领坐拥三妻四妾，享受美好生活。这天蓄谋已久的黑狼终于受不了了，趁狼王出去巡视领地不在家，成功勾引母狼偷偷私会，没想到无法言喻的画面被提前回家的狼王带了个正着，狼王惨遭背叛，怒火中烧。朝黑狼愤怒嚎叫，黑狼眼看事情败露，也不装了。俗话说，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，论体型，两头野狼同样彪悍壮硕，谁输谁赢还未可知。狼王一路狂奔，率先发起进攻，没想到被黑狼一个灵活走位成功闪过。